要刷。不要。五桌。几公斤？5.9公斤。你超过六就是要1100的啊，因为你5.9，五点九公斤就是要1100的，980的。5.9，980，836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哎，希望不要了，哎，就可以捡起来。这一回是我捡到的，那只刚好也带回去。为什么你捡到？人家放的。人家不要，人家不要。乖啦。1.8公斤货。这是吗？这是吗？那个是我的。很好吃的。
石头。太多人在捡，好可惜。今天隔壁四点半吗？那么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过去看看。刚没注意到时间，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隔壁四点半吗？确定吗？今天波平真的不错。Thank you.